explore 呢一區，今日我諗係第一次。一路跑步啊，一路了解一下成個九龍城區嘅歷史咧，都期待嘅。九龍城區咧一個好有歷史嘅區啦，我哋嘅周圍咧其實充滿好多嘅古蹟，我哋好開心可以透過文化飛步遊，第一次在十八區裏面去安排大家有機會一路跑步，一路去欣賞地區的文物。好高興有機會和九龍城民政處古物古蹟辦一起搞這個跑步系列，可以運動到身心，亦都是增長了見識的。用跑步是令到整個地區感覺上的範圍是縮小了，這個是非常讚的一個竅來的。Crossover 可以令到一些喜歡跑步的人又認識到歷史。短短的時間，咁我哋亦都已經去了十幾個地方啦。相信咧就係話老有閒餘啦，希望可以等佢哋多一啲嘅活動，多啲了解香港嘅歷史。文化飛步遊約定你。